刷牙的正确方法。一、轻刷牙齿表面，可以将牙刷放在牙齿与牙龈的相接处，保持45度的角度，轻轻地按压牙刷，使边缘的刷毛可以进入龈沟之内。二、上下排牙齿清洁，每次刷2到3颗左右的牙齿，并且牙刷与牙齿保持在1毫米之间，短距离颤抖刷牙10次左右，最后轻轻地平行刷牙即可。三、牙齿内侧清洁，在清洁内侧牙齿时，需要将刷头呈现直立的状态，之后可以单颗的方式进行清洁，颤动地将牙根的部位清洗干净。四、刷牙的顺序，首先轻刷左边的上排牙齿，之后是中间的上排牙齿，紧接着便是右边上排牙齿、右边下排牙齿、中间的下排牙齿，最后清洗左边的下排牙齿即可。